Hello， 大家好 ，CTM 王朝门市开始营业啦。我哋除咗为大家带来全新嘅客户服务体验，仲带来更多商业服务方案。而家我哋交俾阿杨同我哋介绍下啦。王朝门市里面打造咗智慧餐饮零售区域，增设分别有 CTM 衣掌柜同埋新国都两个系统。CTM 衣掌柜火拍中银同 Upoint 两大战略合作伙伴。獨有聚合支付系統和數據儲存在本地，無論是開餐廳、咖啡室又或者其他餐飲業，衣掌櫃都可以為你度身訂造不同的智慧餐飲解決方案，還包括硬件設備、前後台平台管理、線上小程序開發等等。而新國都系統服務覆蓋14個行業，包括美容、寵物、生鮮水果等，为你开通线上商城，打造无缝购物体验，助你提高运营效率。两个方案搭配 CTM 高效稳定网络，本地70/24技术支援，帮你全方位减省成本，提高生意效率，解决人手问题。另外，我哋亦为老板们提供埋宣传推广方案，无论是网上宣传、社交媒体软文、KOL 推介，甚至是直播带货，应有尽有。这个区域主要是提供智慧办公方案，老板们可以在这里一次过搞定开公司的硬件、软件和网络的配置。我们推出商业通讯和移动办公应用 Macau VWork， 透过平台可以进行工作内部沟通、协作和流程管理，令工作更灵活、智能化。只要一 app 在手，就可以即时远程高速工作，无论身处何地，老板同员工都能够随时紧密沟通。Macau VWork 建构喺澳门电信云端本地平台上，符合澳门个人资料保护法，令你随时随地安全高效工作。唔该晒杨同我哋嘅详细介绍。而家我哋上到嚟一楼啦，楼上除咗我哋嘅手机展示区外，主要系我哋嘅专一会、贵宾区同埋会议室。我哋將會不定期舉行唔同嘅商業講解會同埋工作坊，推動數碼澳門。有興趣就係揾我哋了解一下啦。歡迎光臨王朝門市。